大家好啊，侗族有句俗话叫一日不吃酸，走路打捞穿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侗族啊很喜欢吃酸的，不管是什么菜都能做成酸的，像青菜可以做成酸的，肉啊什么都可以做成酸的。今天我就要来做酸菜，先拿一点萝卜回去。有朋友说我们家这个地里很多草啊，因为最近家里搞建设啊，挺忙的，所以也没时间来修这个草。就拿那么多吧。我现在要把这个萝卜洗了。今天这个萝卜有大有小的，小的好小一个，大的也蛮大的。这个自己种的萝卜蛮甜的，可以直接这样吃。好甜。要把这个萝卜上的泥巴削掉。这个坛子里原来有酸水，直接放进去就好了。这样腌上三天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是之前腌的那个老坛酸萝卜。不用酸。